这个地方好像感应得到哦。好，最后一个电池，今天只有四个，再测一下测试调整如何而已。它如果在这种状况下愿意听我的话的话，那晚上来跑应该就会好一点了。OK。这么粗鲁啊！哦，终于啊，心理作用。22:08。22:10。22:30。
好死不死就给我碰上一圈21.7，然后车子租得到啊，你的心理障碍给油门的时间点都太晚了，我害怕 spin out。 不过 OK 啦， NTC2R 算是可以上线了，下次再带他来吧。Right， 我们看一下今天为什么跑不了那么快的原因哦。你就稍微看一下，这是才跑了几圈回来的车子，然后你看上面的灰尘跟沙子，你就知道今天不只是沙子，还有小石头啊。所以尾巴完全待不住，油门也不能踩，这只是 13.5 的而已，踩油门都会 spin out 了。你说今天的状况实在是很差。但至少这只勉勉强强有进到21秒，可但只有一次而已嘛。所以自己驾车的方式不是很稳定。好脏啊，你看这轮胎。然后不知道最近到底在烧香还是什么鬼的，这边空气品质应该蛮差的。检查一下，培林还在，培林还在。好了，车子跑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怪声，我觉得那怪声一定就是来自于这些石头。哇，皮带的齿轮有一点点磨耗了，不过本来跑车子就是会磨耗的，所以这就是可接受范围吧。好，这是第三次跑这台车，我们再慢慢多认识它一点吧。好，收东西，把它们清理一下，准备回家了，拜拜。